生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现在先是开始讲这个实时，实时就按照释教仪的正文啊，先讲五力时，正文就是所谓一身见，所谓是指下文来解释上文，前面讲的见惑。如果详细分类的话，有八十八识，啊，八十八识是以实识为根本的，啊，所以科判叫做列识别识之下，第一就是列实识为本，列出十个这个烦恼的名称，实识为八十八识的总根本。然后再配合四谛三界来分类成为八十八。那么这个实识里面，先讲五力识，第一就是身见，身就是众生所有的这个身体，有了这个身体。他的思想他的见解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因为对于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在这些名相当中，他执着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身体是我的，我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身心是我的，那么因此就强力主宰，那么就是平常说的我执我见人我执，我他有主宰意自在意，有这两种意义。这个所谓我呀，自己能够做主，能够判定决定这个才算是有我这个主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自己可以做主了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可以主宰，我要分给你多少，要给谁多少，要怎么样子去分配，我有自由，所以这个我有主宰意，有自在意。但是我们平常所执着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见，我们平常都说这个是我的，这是我。可是你能够真正的有主宰吗？是不是真正的自在呢？不见得，您自己对于这个身体一点也不能做主啊！假如你真能做主的话，世间人哪一个不要年轻的？谁愿意老啊？谁都不愿意老。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观音菩萨年年十八。”说观世音菩萨年年都是十八岁，永久那么年轻啊！从释迦牟尼佛说法就有观世音菩萨到现在两千几百年，有的说已经过了三千年。可是你看看我们大殿上的观世音菩萨还是十八岁，还是十八岁那么年轻。可是我们这些人呐、老了一辈又一辈，不晓得老了多少，那么老了还会死呢。可是我们自己做不了主，我们谁都不愿意老，鸡皮合法谁都不愿意，可是你能做主吗？一点也没办法做主，个个都喜欢年轻，
可是你现在这个年年的岁数都一直增加，一直增加，数目字增加，寿命就越来越减少，一天一天少，自己做不了主。那么这个身体我们希望要有健康，样样自由自在，能够达成你的希望吗？不见得。气候一发生变化，早上很冷，太阳一出来又热，哈啾感冒了，那么毛病又来了，等会鼻子又塞了，流鼻涕了，结果这个嘴巴就忙了，这个嘴巴本来是吃饭呐、讲话呀，它两种用途啊，它已经忙得不得了了，可是你再增加它的负担，鼻子不透气，它还要借嘴巴来这个呼吸，所以这个嘴巴的作用啊变成有三个了。他又要复习，又要吃饭吃东西，还要讲话，忙得不亦乐乎。你能做主吗？鼻子不透气，你用什么办法使他透气？假如你感冒了，非吃药不可，碰到这种情况，你一点也做不了主，谁也不愿意感冒，谁也不愿意生病，那么只随便举出这么几个例子啊，我们就知道这个身体自己做不了主的，没有办法做主。所以这个身见都是众生的执着，根本就不实在的东西。所以佛法第一步就要破我，破除这个我执，如果这个人我这样人我执不破除的话，烦恼没有办法断，所以第一无力时的第一就是身见，众生也是因为有这个我见我知啊，为一切生死的总根本，不过这种的执着有身的见解，这种的想法，假如证出果的话，它就能够破除，所以这个无力时，那么证出果就有办法把它消灭，我们现在根本还没修行，谈不到证果。所以我们这个身见呢，都是相当之重的，一点也不能马虎的，那么少少的碰到一下，痛得不得了，那么也是很难忍受。那么因此之故，对这个身体呀、四大五蕴的身体爱着，这种情况就是身见。那么关于这个身见，如果要详细讲的话，道理多得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一一细讲。因为按照所有的经论的说法，对这个身见的分别，例如说越五蕴身心啊，五蕴去分别啊，那么升起种种的所谓六十二见甚至一百八见，这个通通都是由身见来的。现在我看这些名相啊，只好从略。假如自己想要好好的研究这些名相，那你不妨自己去查这个六十二见、一百八见，这都是由身见开出来的，那么我们人人都知道执着自己这个身体，这就是我执，身见就是我执，很容易明白的，不必细讲啊。第二，边见，正文里面二边见就是无力时的第二，边就是偏移一边。是偏移哪一边呢？有了这个身体呀，它会升起断、长两种的见解思想，所以从古以来，那么对于这个人、这个精神、世俗所谓灵魂，有没有来生，有没有后世？有没有前生，从古以来都在争执，所以有些是执着断见，例如说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了，死掉就没有了，像唯物论，他就执着把这个身体看作物质，死掉了好像东西坏掉了就没了，什么都没有，那么他不承认有灵魂，那些造无鬼论的就都是属于这一类思想，这是属于断见。印度有断见外道，
啊，就是断灭论啊。我们中国也有这类思想，认为啊没有后世，死了就完了啊。那么如果是这种想法，那做善何为呢？做恶何为呢？既然没有来生，既然没有来生，没有后世，啊，死掉就完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世间人他就会无恶不作，啊，他尽量享受快乐，啊，所以贪着这个世间的快乐，那么因此他认为没有来世吗？死掉就完了，什么都不怕，没有什么六道轮回，他不相信这一套，结果啊，将来吃大苦头，这就是断见。啊，印度的断见外道也是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种偏于长的一边，前面是偏于断的一边，嗯，长见外道啊，他执着众生是有灵魂的，但是他这个灵魂呢、啊、是固定的，他认为人的灵魂啊永久做人。他好像是认为这个面粉啊，你无论你倒在什么地方，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面粉，它不会变成米粉的啊。那么这个是椰子的种子啊，无论你怎么弄怎么种都是椰子，不可能变成槟榔的。他是执着这种的见解，因此呢他就认为人的灵魂永久是人，死掉了再转生还是人，因为他是人的灵魂。那么畜生的灵魂，例如说狗的灵魂，他只好生生世世做狗啊，因为他的灵魂就是狗嘛，他不可能变成他的其他的东西，他好像椰子不能变成槟榔一样啊。既然他是个狗的灵魂，永久变成狗啊，这个叫做常见。虽然相信有灵魂，但是他认为这个灵魂是固定的，是属于这一类的，就不能发生变化，永久如此。那么如果是这样，人既然他的灵魂永久是做人的话，那么因此他也就不怕善恶因果了。那又做善何为呢？做恶何为呢？他怕什么？反正我是人的灵魂嘛，死掉转生还是个人，不必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更糟糕的就是男的永久是男的，女的永久是女的，没有办法变通啊、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完全是错误。所以这个常见虽然承认有灵魂，但是他的灵魂是固定的，不能变啊、不能发生变化，这种死板的看法也是很大的错误。因此佛说六道轮回啊，有灵魂有来世，就是众生的这个精神是神呐、有他的善恶业感呐、会发生变化啊。那么人如果造恶业会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造善业可以升到天上人间啊，这样子就可以破除这个断肠二见。如果升起这个断肠二见的话，那就叫做边见。身见是人人有，边见呢、比较容易消除啊。只要你相信佛法，知道有善恶因果啊，知道人死不一定还是做人，不一定是看他一生的业感啊。那么中国人一向认为说是人死就变鬼，那也不一定，固然有人死转到鬼道去，但是不是人人如此，这在前面也曾讲过的。所以对这个边界呢还比较容易破除，只要你懂得佛法，对这种的错误的见解呀就能化解的。但是虽然是在现在化解了，假如你这个边界的种子没有破除啊，那你转身到来生碰到外道，那你照样会升起这种的见解，因为种子还在啊、所以必定要证出果才能把这个边见种子去掉的，就是见惑了啊、那么这是第二边见啊、
第三，见取，取就是取着、爱着、执着，他有一种思想，有一种见解，他自己固执认为一定是这样子，不可变通，这种的见取呀，就是指的这个非国界国啊，不是升天之国，他误认以为是升天之国。印度有些外道执着无想天为涅槃，或者是执着非想天为涅槃，实际上无想天不是涅槃，非想天也不是涅槃。无想天的无想寿命只有500大劫，满了还是要堕落。非想天的寿命是84000大劫，满了照样要堕落。但是他误认，他以为那是没有生死，其实是错误。不是涅槃之国，妄计执着认为是涅槃之国，那就叫做见取，是非国界国，非就是不是。执着以为是涅槃之国，那就是叫做见取。第四，戒取，就是对于这个修因呢，发生一种错误的见解，那就是见取，名目上叫做非因即因，不是升天之因。忘记以为升天之因，以为是升天之因，像印度的那些持牛戒的、持狗戒的、持鸡戒的、修苦功的、苦行的，认为这样子可以脱苦、可以升天，那都是错误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印度就有许多那种持牛戒的外道。持牛戒的外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持牛戒的外道呢？这持牛戒的外道的开祖啊，他的老祖宗的第一代啊，他在打坐修禅，得到一个天眼通，小小的天眼通，他正在入定的时候啊，突然间看到一只牛啊，耕田的牛啊，脱离的牛啊，死掉了。死掉之后，他看到他的精神，他的灵魂升到天上去了，他看到这个牛的灵魂死掉之后升到天上，哦，他就认为呀，做牛能升天，那么因此他就去观察牛为什么会升天呢？哦，我知道了，牛啊，假草，吃草嘛，牛吃草吃得很辛苦，他不吃人煮的好东西，他要吃草的，那么。他做得很辛苦，替人家犁田，拖累呀，在犁田，那么很辛苦，或者是替人这个拉车，都是做这些苦工，哦，这样做就能升天。因此，这个持牛戒的外道的开祖啊，就规定，跟他学的，对，跟牛一样，纵然有两只手啊。这手不能去拿东西，要跟牛一样啊，把手当脚，爬在地面上吃草根，用嘴巴去咬草吃，只能吃草。还有学着牛啊，脱离，哎，赶累惨呐，又去脱离，或者是拉车，做这些苦工，总之跟牛完全一样，把人当牛了，有牛的工作，完全一样。他认为这样子能升天。非因即因，这个不是升天之因，怎么知道呢？佛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有个持牛戒的外道啊，拜托阿难尊者去请问佛，他自己不好意思啊，不敢去请问。他说：“阿难呐，我麻烦你啊，你替我问啊，释迦牟尼佛，他是一切智人，你啊，他说你要问什么呀？他说请问佛，我持牛戒。”如果牛戒持得很清净，没有违犯，能不能升天？如果我持牛戒有违犯的话，情况又如何？那么阿难就替他问佛啦，
师尊呢，这个骑牛界的持牛界的外道啊，托我来问佛，他说他把牛界持得很清净啊，能不能升天？佛说不能升天。那么阿难再问说，不能升天，他将来升到什么地方啊？佛说做牛有份，因为你是学牛嘛，你一举一动完全是已经是牛化了，连你的心都牛化了。如果你把牛界持好的话，将来你就做牛啊，要做牛。但是万一他犯了戒呢？犯戒下地狱，烧透了。犯戒下地狱，吃好了做牛，忍不住做牛，多傻呀！但是世间上就是这么一种傻瓜呀。他就吃牛戒，还有吃狗戒的，还有吃鸡戒的，怪里怪气，什么样的都有啊。所以印度的外道多得不得了，现在还有存在的。这个叫做福音基因。我们学佛就持佛戒，学佛吗？将来就成佛。他们学牛啊，将来就做牛了，所以这个叫做福音基因，不是升天之因啊，执着以为是升天之因。还有他们外道执着这个升天之因啊，那个苦功苦行啊多了，自恶，像这个七拿教，自恶，他说。如果有人呐、能够饿死啊，那是最了不起的，成功最大。所以这个七拿教啊就不吃饭，饿死，让他饿死，他认为饿死就升天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古代的饿福多得很呐、从前大陆啊好多都饿死人，现在也还有啊。那么没有饭吃，结果饿死了，那么都是七拿教的弟子啊，糟透了。这个自饿不能升天。所以我们学佛，佛没有叫人不要吃饭，没有叫人不要吃饭，最起码吃一食法，一天吃一餐饭，最起码是这样子啊，就苦行啦、那普通啊就是过午不吃啊、那是出家人的事情啊。还有啊，头烟很深的深烟呢、跳下去，他认为这样就解脱了。还有啊，像这个五日之身啊，好这个四火婆罗门呐、它周围都是四面呢、前后左右有烧火来烤火，天上有个大太阳在晒它，五热之身，他这样子受这个苦啊、认为就能得解脱。或者是寂寞不讲话啊、学哑巴不讲话，这个不讲话的哑巴呀，这个也不是佛法，所以有人禁语不讲话，这个不是佛法。尽量少讲，不讲这个杂话，不能说是有嘴巴不讲话，要讲佛法，讲好话，所以佛法这个《阿含经》里面经常说，这个佛弟子有两种是：一，如圣说法，就是像佛经常说法；一，如圣默然，不说法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就是不讲话。但是这个不讲话不是完全不讲，有因缘该讲的时候就得讲啊、所以呀、佛法不能啊、不讲话。这个禁语呀、有些地方禁语的目标啊，是因为它太吵了，如果你不禁语的话，它就哇啦哇啦讲个不停，这样子打岔，所以不得已只好禁语，这是短期的，不能永久性啊、所以这个禁寂寞啊、有寂寞外道，他是完全不讲话，后来就变成哑巴的。那么下面像上面所讲的这个持牛狗戒等等，这些都是福音基因啊、这就是所谓第四戒取，详细啊就是戒禁取见，戒禁取见啊、对于戒禁啊升取一种取着的见解执着，认为我这样能升天，那叫做戒禁取见，这是第四。五，邪见，这个邪见啊，就是不无因果，不相信因果，什么都没有。那么对于这个四谛法，因果论，他不相信，认为没有因果，像印度的六大学派当中，素论的25名谛，圣论的六句义，那么例如说执着是梵天生的，那么还有执着这个十生方生啊、本寂等等，这些执着通通都是一种啊、
回国啊，这个波无因果的想法啊，那么这是不正确的，邪的不正，邪就是不正确，不正确什么东西不正确？不相信因果，佛所说的这个因果的道理呀、啊，他根本不相信啊，无因论、无果论啊，那么波无因果啊，那么这就是最严重的邪见啊，而这个邪见啊。为前面四种见的根本，因为有了邪见呢，前面四种见都会升起来，啊、那么如果能够破除邪见的话，前面四种见只有身见比较难破之外，其他比较还是容易一点。例如说非果即果、非因即因，这只要懂得佛法，就可以消除这种的思想，啊、那么懂得佛法。也不会波无因果啊，所以这个五力识啊，在断除上是比较容易的。那么这上面五种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种啊叫做力识。它为什么会叫做力识啊？升起来的时候比较猛力，识就巨识的意思，有这些烦恼啊，他就会把我们聚食到三界六道轮回里，不能出苦，啊、嗯，那么就会使我们轮回生死不能解脱，所以叫做食，啊、嗯，有这五样烦恼，它会使你轮回生死不能解脱，所以叫做食。力就是它发起来很猛力，很不容易断除，很猛力啊、嗯。但是如果这个道理明白了。啊、一下子就同时就断了，断也很容易啊，所以叫做力识，升起很猛力，见到就顿时断除也很力，所以叫做力识啊。这么这些五力识啊，只要证到出国，证到出国呀，就能断除这个五力识。其次六种啊，第六以下五种啊。第六是贪，第七嗔，第八痴，第九慢，第十疑，这十种这五种啊就叫做顿时，叫做五顿时。贪嗔痴慢疑，这是根本烦恼啊、现在做个简单的解释。贪，众生看到喜欢的东西他就贪着，就会爱着，而这个贪如果有详细分别的话，众生的贪啊有三种。第一，有力贪，力量的力，有力量贪。第二，技巧贪，用计巧妙的啊、用计很巧妙的贪人家的东西。第三，无力贪，没有力量，但是他也有办法贪图得到人家的东西，那叫做无力贪。什么叫做有力贪呢？好像世间的贪官物理啊、那些做大官的他有力量啊、他有力量啊，他就可以贪取啊、无论是公的私的东西他都能够贪图得到啊、比如说坚守之道啊、或者是做大官吃大钱，做小官吃小钱啊、那么这些这个贪官，那都是有力量，他容易得到，利用机会，利用他的职位、权势、地位的方便，因此就贪图种种的这个这个利益，那就叫做有力贪。有力贪，因为力量大。造的业也就大，问题也就大啊、那么这个世界上、那么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了，你每天报纸看看啊、那么这些有利贪啊、你看有些平常时他怎么样子拢钱没有人知道，等到你发现了，他的大钱都送到外国去了，都存在银行里，哦，一贪就是几亿，那是算亿的啊、万万无一，他一下子就可以随便是上千万，
这是有利他。假如是没有力量的普通的老百姓，他怎么能够得到呀？一毛钱也得不到，别说是几万几千，他有力量，那么贪图的就多了，这个叫做有利贪，造业就大。所以古人说呀，半世功名百世焉，半世的功名做大官，可是结果呢一百世的冤家，生生世世苦恼。第二个技巧贪，金刚党哦，那个金刚党就是技巧啊，他很有办法，他用一包的草纸可以跟你换了一大包的草药，那技巧的办法多嘞，什么样的方法都有。你看看这个每天的报纸上有好多奇奇怪怪的这个骗人家的钱的，他技巧很多。我在不久之前才被这个技巧的方法呀给他贪了，我了了一笔钱嘞。我们现在要做好事，要修善法都很难了，想要修布施都有困难。你怎么知道？不久之前，大概是几个月了，有一个假喇嘛，修密宗的喇嘛，看起来很像个西藏的喇嘛，可是个女的，但这个外表看起来根本就跟男的一样，很粗壮，坐着计程车到这边的化缘，是某某法师介绍我，介绍他来，那个他说的法师嘛，我也认识，说的慧心法师他很发心啊，那么你去要求他吧，他会帮忙的。他说这个尼泊尔，佛的出生地啊，尼泊尔那边有好多这个小喇嘛，刚出家的密修密的小喇嘛，他们很穷啊，没有衣服穿啦。他的那个仁波切的师父啊，说叫他出来化缘。为那些小喇嘛呀替他画衣服啊，他一套衣服啊1000块，喇嘛的衣服一套1000块。他说就介绍他来的那位法师啊替他出了20套，那么就是20000块啦。他意思就是说介绍我的既然是20000块啊，要我也拿20000块。我说那个法师有钱呐，他做得到，他20000块给20套，那我力量不够啊，那我没有办法出那么多，那我就少一点吧，他说不能太少啊，那不能太少多少啊，那我一半好了，不得已只好拿一半，他说好，一半就一半吧，就是10000块，乖乖拿10000块钱来，是发好心，替喇嘛做衣服嘛，这是很好的嘛。心里也觉得很高兴，我今天做了一点功德，虽然这个钱不是我的，也是世主供养我的，那么我替他拿来修功德，拿了10000块去给他做功德，他走了之后，我还在高兴呢，高兴的那一天晚上睡觉都笑起来了，没有想到不到2个月，看报纸上出了问题了，那个我这边是订的《中国时报》，中国时报就登出来了，说一个假的喇嘛。是个女的住在某某地方，她到处去骗，说是这个尼泊尔这个喇嘛没有衣服穿，她到处去化缘，骗了多少多少钱，说有一个人呢给她骗了2次，都给她骗去了，第三次去骗了，骗出漏洞来了，那么狐狸尾巴跑出来了，给她看到就把她抓到警察局去了，那么一问呢，果然是假的，原来是她的儿子没有衣服穿，不是尼泊尔的喇嘛没有衣服穿，而是他的儿子没有衣服穿，那么这一骗多了不得了，恐怕上千万以上，我一看我有10000块在里面嘞，阿弥陀佛，我没想到我也上了这个大当，我是发一番好心，我现在做好事也很难啊，你看这个末法时代，使你要修善法布施都发生困难，不过我们想到真世祖不怕假和尚，他虽然是假喇嘛无所谓啊，反正我是修功的，这是才经过不久的这个技巧贪。前天报上又有一种这个骗人的方法，说买土地呀、买田啦，买土地呀，也给人骗了好多，我说这个不是我的啦，看到别人的，因为我不会去买田啦。这就所谓技巧贪，他那个技巧啊多得很，很巧妙的方法，你给他骗去了，你还高高兴兴，
这种情况多得很。第三，武力贪，这个所谓武力贪呢，像乞丐啦，他们有力量吗？或者是哀求啦，例如有些来说啊，我要回北部啊，我没有车子钱啦，你好心啊，帮帮忙吧，或者是我没饭吃啊，你给我饭吃吧，我没衣服穿啦，你给我衣服穿啦，他没有力量，或者是装穷，以这种方式来得人家的钱财，这个叫做无力贪，那么现在那些讨饭吃的、要钱的，有好多背后有人操纵啊。利用，像那个残废的，遭人被人利用的，他做得很辛苦，那么实际上背后啊，有利用他来享受的，这很可怕哦，这真是众生呐、啊，他的头脑太好了，头脑好那么聪明，他不走正路，结果走歪了，问题就来了。这是三种贪：有利贪、技巧贪、无利贪啊。其次讲嗔，贪不用细说了啊，人人都有贪了啊，总之所贪的总不出这个财产民事税吧啊。那么嗔恨心也有三种，嗔恨是跟这个贪是相反的了，喜欢的就贪爱了，不喜欢就动嗔恨心了，憎恶了啊。那么动嗔恨心发脾气啊，也有三种啊，有非礼嗔，有顺理称，有争论称，有这三种。非理就没有理好讲了，动不动就发脾气，要发你的脾气就发你的脾气，没有理好讲，要骂你就骂你，要打你就打你，没有什么理由好讲，那么你遭骂遭打是该活该，那你倒霉，没有话讲。那么这是没不讲理，想骂人就骂人，好像喝醉酒的，喝酒喝醉的人他乱骂一通，他根本就没有理好讲，非理称。顺理称，第二种顺理称就是有道理的，有道理，怎么有道理呀？他受到委屈了嘛，人家骂他呀，既然人家骂他，他当然就要还骂呀。还骂小孩子他有的时候他说你打我啊，打一发气，你打我一下我要罚你七下，那么打过来打过去就没完了。有理的啊，招惹人家的骂然后才去骂人，这是顺理称。顺住世间法上来说，他是有理的，因为他先遭到对方的这个伤害，然后才来对付他啊，这个叫做顺理称。这种很平常，我想各个都会有啊。那么凡是碰到这个被人家侮辱啊，遭到种种的伤害，那么他就会反抗，这自然的这个顺理称。争论争呢，是因为评论道理，评论道理，评理因其见解不同而结果变成对骂，这个叫做争论争啊。比如说研究学问本来是个人的见解不同而已，可是说来说去就变成对骂了，这种情况就是争论争，这是嗔恨心。第八，痴就是无明，就是无明，贪嗔痴，贪嗔都是从痴来的。这个痴不是白痴，不是糊里糊涂，而就是指的这个根本无明，这个根本无明啊，它就会升起贪嗔。所以有的时候只说一个痴，也就可以包含前后四种了，因为指的是根本无明，无所明了。愚痴，这为烦恼的一切的根本啊。那么有智慧就能破除这个愚痴了啊。这个道理后边还有好多都会说到这个根本无明的这个意义啊，后边别教原教都会有的。第九，慢
也就是五顿时的第四慢，就共高我慢了、啊。共高我慢，这个慢按照五蕴识讲起来有七种慢，所谓慢、过慢、慢过慢，正上慢，这个劈裂慢，这些名相很多了，如果要详细研究的话，看五蕴识，五蕴识，五蕴识的烦恼心所里面六种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不正见就是邪见，就包含五逆识。贪嗔痴慢疑就是五顿识，他对这个慢的解释啊，里面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必细讲。人只要你是个凡夫，总是有个慢心的，就普通总是有点慢，比如说比我差一点的我瞧不起他，这个很自然的，这是众生的烦恼本来就是如此，他有这个慢心，有身见就会有慢心，自然而然看到比我差的他就瞧不起他，比较严重的就成为过慢，再严重的就是慢过慢了。详细去看唯识，所以这个佛法呀，要修学佛法，对普通常识来说，白法名门必定要先明白啊，最起码这个心王心所里面，尤其像心所法里面的善心所不善心所，这应当都要先知道啊。那么这些如果讲这一类的文字啊，就不必再细讲，如果讲这一类文字也要像五蕴识那样子一个字一个字细细的讲的话，那这一个四教仪啊讲十年也讲不完，因为他这一本四教仪文字虽然不多，差不多都是名相，这些名相多得很啊，假如你要一一都要分别讲的话，那就牵动整部三藏，三藏教典通通在里面啊，这是提纲。所以像这类的这个名相啊，不能细讲，只能顺其自然的说一个大概啊。那么贪嗔痴人人知道啊，实际上也不必细讲啊。那么共高我慢这是不好的啊，应当大家都知道啊。慢心正长的话佛法就没有办法入心的，所以古德说我慢三高啊，法水不入。共高我慢呢，好像一个高山一样，法水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满招损，谦受益，自满了，日本话己慢，自满了，那就是我慢，那么满就招损啊，如果能够谦虚，才能受到利益。所以学法修学佛法的人呢，不耻下问，要多学多问。学而不问，没有办法了解佛法，所以要谦虚，肯发心下心去问，那么这就不能有慢心。第十疑，疑是怀疑了，对于三宝，对于四谛的真理，都升起怀疑啊。那么，如果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会升起三种的疑，怀疑自己。不是修学佛法的料子啊，比如说修念佛法门，我这个是个念佛的料子吗？阿弥陀佛要我吗？那么将来他肯不肯借用我呢？我业障很重啊，我能生西方吗？这就是疑字，怀疑自己不是个材料啊，或者是疑思，我的师父他跟我差不多嘛，我会肚子饿要吃饭，他也要吃饭啊，我晚上要睡觉他也要睡觉啊，我会发脾气我的师父也会发脾气啊，有的时候他发的比我严重呢，那他怎么能教我啊？疑思疑法，这么简单，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就能生西方，真的吗？有这回事吗？这样就能成就吗？那么像这个怀疑自己所修的法门没有信心，那就不能往生啊。所以这个修学佛法不能有疑。那么有人说，那禅宗祖师禅讲究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他这个仪不是对三宝四谛之仪，哎，他是对他所参的话头啊升起移情。例如说父母未生前我长得什么样子啊，是这个仪。这个仪越提得起来，大仪就会大悟，小仪小悟，一点也不疑。嗯，父母未生前怎么样，我就这样嘛，呵呵，没什么，这个不疑，不疑不会开悟。我们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父母未生前怎么样，就这样嘛，都是安内了，就会安样了。好了，你不会开悟，你不会开悟，为什么啊？因为你不疑呀。这疑呢是指的这个疑情啊，对这个所修的法门升起的一种疑情啊，那么就是对我的父母未生前的这个本来面目长得什么样子啊，那么对这个疑情能够升起来，那才能够参得啊，参得起来，才能够提起本参，才能开悟啊。所以这个疑是指的这个对三宝四谛不明白，这个叫做疑。那么这个叫做五顿时顿呐、啊。升起来又比较迟钝啊，那么断起来又比较困难啊，所以叫做钝啊。这个道理还是讲不完了，这只是把这个时时的名目啊做过简单的解释。那么时时再把它立三界说明八十八时的数目，那么这立三界名数则留下次讲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坐落于台南市归仁区，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风景秀丽，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以及171头猪。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两者虽属不同物种，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稍稍接近围栏，狗儿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展现出活泼的天性。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显得有些退却，羞涩地蜷缩在角落，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使人发起怜悯之心。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以及健康的躯体，并恢复与人亲近。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舔手回应。而在另一边，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驱走不少暑气，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轩轾，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享受着午后的微风，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令人深深感受到，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华佛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新逢准提菩萨圣诞，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若有四众受持此咒，满90万遍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悉皆灭除无余，所在生处皆得直遇诸佛，所有资具随意充足，速得成就无上菩提。修持准提法，蒙诸佛庇佑，光明广遍照，灭罪增福慧。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开始，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观音的慈悲，佛言：此观世音菩萨，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观音菩萨永远希望大家念下到极乐世界，因为观音菩萨代表阿弥陀佛啊，希望众生都能够到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的水，八功德水清凉啊，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的佛光智慧，你到那边不会生气，不会起烦恼，不会哭，都不会，因为那边没有分别心啊。极乐世界不会让你有贪嗔痴傲慢，甚至这个心都起不来啊。极乐世界你不用烦恼钱，不用烦恼健康，极乐世界每天去看的都是佛陀，十方的佛，极乐世界旁边永远都是大菩萨陪着你，没有坏朋友，没有找你去打麻将的、谈恋爱的那种。那观音菩萨还要吃吗？
引导众生脱离轮回的痛苦，到一个很好修行的净土，将来可以成佛。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